要去看那个007《明日帝国》的拍取景的地方。来，离开我们的大船喽。现在我们就分两句，第一句我们叫零零七，明日帝国；第二句我们叫青钢二。好，那各位看，首先我们这里，我们看右手边那个石头，那座上我们叫乌龟石，像不像乌龟？好，一只乌龟嘛。然后这边看，左边看这里，对啊，还有龟头耶。左边看这里，我们叫人头石，有那人头吗？有人脸，这有这有人脸的，有嘴巴呢。你看左边脸，左边脸孔在左边。后面那个洞就是洞，那个洞我们叫蝴蝶洞，哦，很像蝴蝶啊。好喜欢啊！来，赶快拍照，等一下不回这里了。这里适合录影，不适合拍照，拍不太起来。对对，这里一边走一边摄影很漂亮，这地方很漂亮。对啊。他手机录也很漂亮啊。
刚刚我们到离间第一件的话，第一句的话，我们是那个明日帝国嘛。这个地方我们叫情人之门。昨天阿健给大家介绍了，来越南这边一定是看三观三个嘛，钟乳石之美，国画之美。国画之美，等一下我们下个景点我们去爬山到顶那边看的嘛，就国画之美。第三个情人之美，为什么叫情人之门？就是零零七里面的演，零零七在里面打，打的时候杨子琼开了魔艇，从那边过来这里借零零七，然后零零七上了魔艇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在这里接吻，亲吻嘛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叫情人之美。情人之美了。如果所以这个洞我们叫通洞，从那边渡过去，那边很特别漂亮的。然后各位看松鼠，松鼠石有看到吗？外面远远的就上，我们叫松鼠啊，很香啊。来赶快拍照，然后从这里往过去那边就是我们是庆干澳哦。记得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？有，跟暴龙打了，跟暴龙打了，跟那个暴龙打的那，对，就是啊，他在这里啊，那边那只，他在那边。钓一只金刚来看得出来。现在日本就回去了，全部技术都交给越南这边做的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秦刚的。这部电影你我看过了，那个台飞机嘛，它经过个台风嘛，经过这台风就是拍的话，下的话就是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叫秦刚的，是吧？很漂亮哦。
技术做假技术比较高一点。他用什么魅力我怎么样聊的就是这个哦，那个还算有点道德。我小的时候有个人马认识马，他在这里，他在这边当了保护马。小的时候开船来这里啊，晚上啊他会给我们进来钓鱼啊，保护区给他养珍珠钓鱼过来吃啊。那个哇很多鱼也很大这样子，有一天钓了十几二十公斤也有，可是现在没有，现在都抓完了，抓光了。喂石头转头咯，金刚二
叫马鞍，马鞍石嘛，这个马鞍啊，有像，然后这里有个洞，我们叫天门洞，上天难一定走过这个洞哦。哦，那个天门洞。上面有个天门洞。越南人说上天堂要从这里出去。没有用。